啊啊啊！哇，好亮哦！好险我没有那么的黑，哎，丑啊，白，还有是灰色的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卡夫杜尔乐团。卡夫杜尔，对，卡夫杜尔，佛杜尔，卡夫杜尔。哎，就是蛮强悍的意思。对，强悍。这个在我们阿美族社会是，刚刚有讲到很强悍，吼，很有力，很能做事这样子，阿爷都会把这个词当做人名在用，他就很勇猛，啊，我们把它当做我们的用在人身上，是吧？是。所以看到阿美族的朋友都要讲卡夫多，很有力。你要对男孩子讲哦，对，女孩子要怎么讲？女孩子，这个不好讲，不好讲，你这为什么变傻？不行啊！好，大家放轻松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放轻松，放轻松一点。对 ，Yeah， 你也是我的。好了，带来第一首歌曲，是我们的一个创作歌曲，在去年的活动，我们的做了一个宣传歌曲，叫《启程》，谢谢。哎呦。
谢。好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叫老外啊，我跟介绍吉他手皮皮娟，谢谢。阿哲贝斯手，我们鼓手大汉。好，谢谢我们今天的演出，好，就到此结束。好，谢谢，抱歉了，谢谢。哦，刚刚那首歌我还没有大概介绍，因为那时候在去年在东海岸那边办那个活动哦，有冲浪季，还有那个什么旗语啦，还有那个杜琪城，然后我们有很荣幸做了这首宣传歌曲，海岸线的美，海岸线，对啊，有台东的朋友吧，应该居多在这目前现在，还是有香港的朋友，刚刚有香。有没有欢呼声吧？呀，很高兴你们来到铁花村，真的。啊，台东可以到那个东海岸那边走一走，对对对对。好，不会很无聊了。好，接下来带这首歌曲是我们阿美族的古调了。应该是很久很久，真的很久了。这首歌为什么这样讲？古老老的。这首歌叫做《驱邪治病》，很怪哈、哦。就是说，以前呢，在我应该这样讲啊，很多部落、很多的一个国家都有，在还没有医生没有办法治病的时候，都是用那种我们的一种那个灵媒，我们的祖灵巫师啦，有没有？用那种叫台湾的修家那种，啊，我们阿美族有这个巫师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有这首歌叫做《驱邪歌》啊，是，还在是，还喝美酒，是那首歌，哎，老弟，就有那种歌，好不好？跟你们分享这个。我们马来阿美族驱邪歌制定的。Oh,
首歌是我们的古调做一些改编呐、啊。对，曲写歌，有点重点。不是叫你们走了，你们先过来。